第一组画魂，第二组石国，第三组石国，不是吧？第四组石国，满技能带魔蝎，有烈火，有法莲。我操，这他妈的太假了，兄弟，这他妈的太假了！我仓库还有两个四技能变好处，身上还有5000万，这只快能用了，这太假了，满技能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是一个3+1=4，4+2满技能啊，全合上了。原来合宠真的是可以满技能的。兄弟们，今天老板这1亿资源血赚，今天这波只要掉。不掉须弥，不掉魔心，爱他妈掉啥掉啥。兄弟们，忍了吧。这是1亿炼妖练出来的啊，1亿炼妖练出来的，有再生，有鬼魂，有法莲啊，有低级法莲，法莲也改了，带暴击套，就是没有高敏啊，看一下行不行。如果再下本书的话，就打暴击啊。打暴击再生，强制再生须弥2选1，或者打高敏啊，高敏的话应该是有可能循环，但是须弥不太容易被推掉啊。好，老板选择继续，那下本书给你上了啊。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掉再生。法莲掉了，只能说屌，得腰屌，三生的那个屌，666带暴击套，还他妈有再生，还能回血，关键的掉的技能是那个令人恶心的低法莲，资质成长完全够用，这。